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啊，您找音乐老师？对，如果你有西洋音乐的功底，请到市区西南的中后茶馆一去，下午5点。 是剧团主管啊，什么打错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找的这5个人，下午呢，我先去谈谈。嗯，辛苦你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要找的必须是要会弹钢琴的。您慢走啊。这是您的姓。你是？龙蒙饭店的。 卖烟了！卖烟了！卖烟了！关大包烟。好，这个啊，嗯，快。好嘞。卖烟了！卖烟了！
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你怎么还不放心呢？只可惜啊，这根绳在谁手里不知道。你打错电话没关系，可我不能接错电话。绳子要是跟你的不在一起，就直接与你上钩了。你怎么能说是打错电话呢？这儿也不是我们的根据地啊，为什么来这儿啊？ 因为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怎么说呀？唐宅三进三出，一进院南房三间，门道一间，门房一间；二进院三正两耳，东西厢房各一间；三进院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一间。你住在三进院的正房，就是唐家的老大。 唐家历代经商，自清末发家以后就见了这儿子。自唐耀前一辈开始衰落，因为贩卖违禁药品得罪了官府而被抓捕，家人四散，门庭败落。他连临死的时候都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亲儿子。唉，可怜呀。不过，这正是他的幸运。要不是当初他送儿子出了国，恐怕现在 连个儿子都没有了。哦，这就是你要找的音乐老师。对，唐家大儿子回国以后，已经天下大变，他也无处为服伸冤，所以就每天沉迷酒场，连家也不回，就算是废了。这样空置的院落，早晚都是要被收回的。找到他了。对。 唐有余，男，自萧伯，毕业于日本东京国立音乐学院，钢琴专业，身高1米80，年龄26岁，身目高鼻，身材匀称。你觉得还有比这些更合适的吗？情况这么复杂。 你们该不会是请君入瓮吧？就算是请君入瓮，那也不好说，最后是让谁入瓮。既然来了竹山，还要更好的选择吗？好吧，我要见见他。不用了，也没这个必要。这就是材料和证明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唐有余。